至晚报看法新闻。记者陈光一度被媒体广泛关注的西安市莲湖区烟头牌照事件，今天终于有了最新进展。西安市莲湖区政府今天召开了专题会议，听取了事件调查报告，并向社会道歉。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信息显示，8月20日下午，莲湖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专项调查组关于自强西路有人倾倒烟头并拍照有关问题的调查情况汇报，认真查看分析了视频资料，并对事情的经过、存在问题以及整改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大家深刻认识到此次事件反映出我们工作不扎实、制度执行不力、管理不严格、检查考核方式不规范、不细致，城市管理检查人员工作方法简单，暴露了作风上存在的问题，在社会上引发热议，带来了负面影响。我们诚恳接受媒体和网民的批评监督，并向广大市民群众表示诚挚的歉意。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媒体的批评监督是对我们的有力鞭策，对我们改进工作有着很大帮助。我们将深刻反思，汲取教训，强化作风，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改进。一是针对近日媒体的报道和疑问，及时公布关于自强西路有人倾倒烟头并拍照有关情况的调查报告和调取的完整视频资料，争取广大市民群众理解。二是由区城管局进一步修订完善道路清扫保洁检查考核办法，规范检查的流程和环节，要对工作人员进行业务技能培训，防止不规范检查行为发生。三是区委宣传部、区城管局要及时回应媒体和网民关切，自觉接受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四是持续开展烟头革命，加强城市道路清扫保洁工作，加大宣传力度，营造人人有责、全员参与的良好氛围。五是区城管局各街办要加强对环卫保洁公司的日常监管，更加尊重、关心、爱护保洁员，切实维护好保洁员的合法权益。六是全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转变作风，增强服务意识，切实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对该人的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